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爱心收纳盒。首先将它的两组对边分别对折，两组对角再分别对折，将四个角向着中心焦点翻折，翻到背面，再将两组对边分别对折，然后四个角向着中心翻折。我们再沿着折痕呢，将它折成一个双正方形。将两侧的角向内扳折，翻过来，同样的方法。我们将内部的边向着外侧翻折，然后展开，沿着折痕向下压平。其他三边呢，也是同样的方法。我们再将外侧的这两边向着中间翻折，然后展开，沿着折痕向内翻折。其他几边同样的方法。然后我们再将这个角向后翻折，然后脚呢再向下翻折，抓几遍同样的方法向下翻折。将这个脚向内部翻折，然后展开，沿着折痕将它向内折进去。其他几遍呢也是同样的方法。然后这个角将它向上翻折，然后将它展开，拿出剪刀，沿着这中间将它剪开，将角向内翻折。好啦，我们这个爱心收纳盒就折好啦。喜欢我的栏目，请订阅关注我们的淘趣工坊。那么我们明天见喽。